哎呦我这球啊，这黑八将军的这小号球，来吧，看能不能来一个绝杀啊！兄弟跟左塞啊，两库，那必须是二号中带叫的嘎嘎戏啊！这球两大难点呐，一个三，一个五啊！这球先打五行不行啊？打五，打四吧，打四的话咱高杆左塞 K 三，是不是？看看 K 完的效果啊。哎，你看看这玩意儿整的 ，K 的效果一般呢，整这儿来了啊。没事，你准你怕啥呀？是不是？你准你怕啥呀？然后打六的话，登杆啊，登杆叫五。打五号球的话，带点低杆，短拉短打啊，搓进。高杆左塞，这位走的老细了啊，看看，这不绝杀了吗？来吧，老铁们，666走一走吧。感谢了的支持，双击关注。Nice。点个关注吧。